在梦想的荒野，未来的一天我是否很伟大不一样，会不会失败，有没有雕像，空流量的人气派，现在出位仔仔真是个乖孩子。报表数据有些问题，我修改之后会发给你。嗯，好的，林总。那我们明天下午开会见。啊，好。哎，下午开会用的 PPT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行了啊，做女人不能太彪悍了。张总不过是在摸你的时候手停留的久了一点。娜娜，身体不舒服？
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两天收拾一下东西，随时都可以搬进来。还有，我们后天去登记的时候，还是早点去吧，我怕会排很久的队。娜娜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女人太强势了不好。我跟你在一块儿压力太大。 他们俩分手吧。是因为她吗？她怀孕了，我想给她一个温暖的家。滚。 滚！嗨，谢谢姐姐救了我。怎么还没走啊？没有钱坐车啊，琳娜姐，我等了你一天了，肚子好饿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我看到那桌上有好多你的信。 哦，太忙了，还没来得及收拾。既然你已经没事了，我就不留你了，小朋友，赶紧回家吧。不嘛，求求姐姐收留我，就暂时让我在这里住几天吧。哎，你松开。姐姐，我真的不是坏孩子，我真的是身无分文，无家可归。要不就暂时让我在这里住几天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 只要你让我留下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保姆兼保镖，人肉沙袋，佣人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嘘，小点声，让邻居听见不好的。那我可以留下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无赖啊？你没有自尊心吗？我呢，倒是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一只宠物。 你要是愿意呢，我倒是可以收留你。只要你乖乖听话呢，我就可以照顾你，可以给你饭吃，给你地方住，怎么样？不行吧？不行的话，你就乖乖回家。主人，请你收留我。 做的番茄蛋饭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真想每天都吃的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你在干嘛？撒娇啊！只要主人没有吩咐，我就去睡觉。当然，我一定不会进卧室的，我可是个乖孩子哦。真乖，都想给你买瓶狗罐头了。 仔仔，嗯，是叫我的名字吗？哦，对，你以后就叫仔仔吧，我叫仔仔好了。<笑>以后你就住这儿了。嗯，主人，晚安。明天一早我还要喝粥呢。 下午开会用的东西怎么还没准备好呢？想什么呢？李朗一会儿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来一下我办公室。
别看我，好丑。嗯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丽娜姐，丽娜姐，我的丽娜姐是最漂亮的。姐姐，从小爸爸妈妈就不在我身边，这么长时间，我已经习惯了不依靠任何人。可是，我一个人生活，真的好辛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高收入、高学历，可是还是会被男朋友甩，被同事们欺负？戴戴，我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不要离开我。嗯，仔仔是不会离开主人的。谢谢你。如果我去无人岛的话，我一定会带着你的，因为有你在，我怎么都会开心。嗯，大家不都是跟宠物亲亲吗？我可不跟宠物亲亲，我是有洁癖的处女座。没关系，我是没有原则的双鱼。那个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嗯，主人，要不今天晚上别在家里做了，咱们出去吃吧。哎，顺便可以遛遛我啊。好吧，看在你表现这么好的份上，就当奖励你吧。你也喜欢狗啊？特别喜欢。哎，这狗狗叫什么？贝贝。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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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啊！贝贝，贝贝，贝贝。主人，我也想要这红色的项圈。啊！哎，是你啊，回来了。啊。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弟弟，刚过来，暂时住几天。哎，我看你好眼熟啊。眼熟？哎，谁让我长了一张大众脸，不像我姐姐长得这么出众。啊，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那个走了。哦。在这里实在是太幸福了，能让丽娜姐帮我洗头。和我在一起真的很幸福吗？嗯，真想一辈子不离开。哎，仔仔，你以前住在哪儿啊？怎么会晕倒在这儿呢？因为跟爸爸吵架，所以就离家出走。身上的钱花光了，就去吃霸王餐，结果就挨揍了呗。乖，怎么会跟爸爸吵架呢？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崽崽，你连我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吧？不知道真实名字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你跟爸爸吵架就离家出走，这未免也太任性了吧？别一副你很了解我的样子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有这么跟主人说话的吗？你要是有意见的话，你可以走啊！你别忘了当初是谁非要留下来的？没有钱是吧？给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谢谢，谢谢你这些天的照顾。佳佳，
你这是找什么呢？没关系的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哎，对了，没想到你有一个这么出息的弟弟啊！我就说看得眼熟嘛。他是钢琴天才，还是企业家二代？哎，你们不是亲姐弟吧？ 真遇赶上了。我刚才就在想，如果你来了，我就不走了。佳佳，其实我真的舍不得你。不过，主人不能自私地把你留下来。你说的对，我甚至不知道你的真实姓名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去追求你的梦想吧。琳娜姐，我的人生就是和你在一起，做你最温柔的陪伴。 这半年以来，我每天都在等我的宠物早日回来。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认真过，可能是我还没准备好吧。借口。 接下来的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，请你不要来找我。网络首部古装穿越大剧《唐朝好男人》乐视午间自制剧场5月22日首播。 我是薇薇，当处女座的女人遇到双鱼座的男人，在恋情的前半段，处女座绝对是掌控一切，控制对方，擅长分析的他也会帮对方打理生活上所有的事。
但是到了后期之后，可别小看看起来弱势、看起来温柔、看起来无辜的双鱼男哦，他可是会用隐形的枷锁、温柔的捆绑，把你的心紧紧的捆绑住，到最后难分难舍，非常的浪漫。今夜又会把谁带走？有人想要吃。